给刘国振先生一个美誉，叫做“抗台英雄”。很多球迷们呢，也给刘国振七个字的一个美誉，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知道这七个字是什么？亚人要嫁刘国振。对，亚人要嫁刘国振。谢谢。不过刘国振现在已经有。看看是哪位？你们看看谁叫起来了？刘国振。好，下一位。这是刘国振的夫人，中国女子全国单打冠军陆鲁。很受人评为英语实力全能型。World Champion Olympic Gymnastics 谁见识啊，世界这个艺术体操冠军谁见识啊，谢谢各位运动员，谢谢。我们下面有一些外省。